尽在运通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价钱投资》。这个盘有没有如同我的规划在走？礼拜一台股重挫了快200点，我有没有告诉你那是一个超额利润买点？因为利空它会钝化的，在不到一个月的一个时间发生两次同样利空，两次中美贸易之战，给你感觉是如何？礼拜一太重要了。我说整一个盘势的一个架构，10180是第一次的一个超额利润买点嘛？啊，礼拜一呢打下来啊，利空会不会钝化？我说不仅10180不会跌破，连前波这个低点也不会跌破，所以我当天就告诉你，不用等，不用等，好好的把握这个盘给你的超额利润买点呢、啊，跟我大胆做卡位动作。结果礼拜二盘中大涨77点，礼拜三盘中大涨69点。昨天我怎么分析盘势的？我说礼拜三的晚上，川普加征中国关税到15%，你所看到是美国股市它不跌了。这两天美国股市都上涨，台湾股市呢，昨天还开低走高，上涨28点呢、啊。台股连涨3天，也跌不下去了。遇到这样的利空，有没有钝化？川普啊，礼拜三严重的告诉中国，我要把你关税提高到15%、啊。利空一再的钝化，让整一个全球股市都跌不下去了。所以我昨天给你一个结论，叫做。从今天开始，会有很多股票大涨特涨。这昨天礼拜四，我对盘市的看法以及给你的未来的架构，有没有讲对？有没有讲对？今天台股呢，大涨了155点，有没有很多档股票大涨特涨？嗯，今天台股有没有站上月线？上礼拜台股来到月线了、啊。我说这个月线叫短压，震一震它就会过去了，因为多方性的结构底部形态已经形成了，这个月线它不会是压力。今天有没有过？是不是拉回修正震一震？今天突破月线，整个一个台股的一个结构，今天第一天站上月线了，漂亮！第一天站上了，视为起涨。既然视为起涨，你当然还有很多赚钱的机会。把握类股轮动轮涨的结构，你好好的跟我大干一场。月线是中期的一个均线嘛，中多的一个均线被站上去了，未来赚钱机会你不要手软，你真的不要客气。我对台股大盘的走势可以那么精辟的分析让你知道，那个股的操作当然难不倒我啊！今天什么股票大涨特涨？被动元件相关个股啊，可以变鬼啊！在华新科、国巨他们除息之前，我每再提示你，华新科我中长线看好啊，达到164.5还没有除息，8月7号它除息了，我告诉你有进货量，在压低。参加除息，为什么？被动元件的库存去化近尾声，华新科配息16块钱，殖利率高达10%左右，基期很低。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我们参加它的除息，除息价格165.5，所以整个华新科除息完之后，只要回到165.5，就是完全填息。我当时候有没有告诉你，它很容易填息的，它很容易填息的啊。隔天8月8号除息16块钱，上涨2.5块，8月12号已经告诉过你了，来到165.5就完全填息。今天华新科快要涨停哎、欸，差一档亮灯哎、欸，大涨9.5%。该来的行情总是会来。我参加他除息之后的华新科，当然让我们会员等了一段时间，但是这个等待是有价值的，因为整个华新科。股票的一个基期相当低，参加它的除息，我说过啦，很容易填息啊。今天最高来到161.5，离填息价165.5只差4块钱呐、啊。所以整个华新科，我不仅要赚它的股息，我还要赚它的一个价差，你拭目以待。哦，所以整一个被动元件相关个股，
我希望你今天要有，我希望你今天要有。除夕前没有买的，今天其实一样都可以站在买方了。包括这档国巨，我们在8月2号除夕前呢、啊，告诉你配息45块钱的国巨，殖利高达17%，中长线看好。除夕前我254有买，那除夕完之后呢？12345，今天是除夕的第五天呐、啊，五天叫转折，向上买点浮现了。今天当然一样站在买方，来对时对价一下。9:19的国巨，五天转折向上，216买，19分股价在216，你去对时对价。今天国巨216照买不误，12345啊。我常常跟你分析的费氏系数的转折嘛，358、321，很关键性很重要。如果费氏系数它是转折的，是向上的，当然可以买。相对如果是向下，要懂得卖。今天国巨为什么可以买？除了时间波的一个转折，另外今天出现23000多张的新天量，一量先价型概念，当然要买，它还有高点嘛。这种量价不会同时到顶概念，我相信你看我节目够久了，你应该知道这个含义啊。所以今天国巨除夕完之后第五天，殖利率高达17%的价值投资概念股票，今天216买呀、啊，买了之后亮灯，227，一天11块钱，这是我的一个动作。昨天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这个盘从今天开始，很多股票会大涨特涨啊。华新科有没有大涨特涨？国巨有没有大涨特涨？今天另外一档被动元件的叫大益，为什么要买？跌那么惨，跌那么惨，股价在低基起啊，今天出现20000多张的新天量，之前都没有量啊，谁在收？建老师的会员全部收了。转播那个靠了呀，股价基期够低啊，我认为它未来上涨空间太大了。今天不买，你什么时候买？所以我昨天就告诉过你了，你一定要 stand by， 你一定要 stand by， 否则你真的会来不及啊。今天叫第一天起涨啊，底部的形态刚突破啊，用力的买，大胆的买，9:27的大益，底部形态刚突破，35附近买进。当时27分股价34.95，你再度的对时对价，今天大益35买，买了，亮灯，亮灯，现买现攻涨停啊！第一天起涨，而且极其低啊！我告诉会员空间很大，恭喜我们的会员啊！当时候有一些会员手脚稍微慢一点的，打电话进来说35块钱，好像买不到，买不到，我们告诉你们市价买，市价。你可以说我今天是用追的，今天不买大益，下礼拜没有低点了，没有低点了，下礼拜你看不到35块钱了，你也看不到36.15涨停板的价格，为什么？跌那么深的一档被动元件的绩优股啊，今天这是不是一个底部？今天是不是刚突破？就如同我今天告诉你了嘛，今天台股啦，第一天站上月线而已啊，视为起涨。所以接下来还有很多赚钱的机会，如果你之前这边都不敢买，尤其上礼拜台股盘中跌了快200点，你不敢出手的，下礼拜又是一个很好的上车时机，因为整个盘势架构转强了、啊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被动元件当然相当的一个活蹦乱跳，这是我们今天操盘的一个重点了、啊。另外这档瓶盖股的玉晶光。7月9号卖在42，两波段156，打下来8月6号，台股是不是达到10810180？没有错吧？送分题啊，送钱啊，四一接回。8月12号来到波段新高454卖，这一小波38块钱，两次的操作，怎么低档买，怎么高档出的很清楚。8月12号的卖点卖在454，这礼拜三呢、啊？这叫什么转折？1234567891011123，回档13天叫转折。要不要跟我买？你高点454有跟我卖掉的，差了70块钱，我带你接回的位置就在384。
收腰止跌，384附近接尾，当天收盘404.5，现赚20块钱。今天玉金光421，384到421有没有超过30块钱？才三天的时间而已，10张30万啊，有劲哦。那个转折的位置不是随便说说，不管是高点还是低点，这投票你要借重我一个地方啊。戚老师在卖股票很精彩，很犀利，在接尾一档股票很果断，不拖泥带水啊。从384到今天的一个421，三天就超过30块啊！这是什么行情？这叫做多头掌控的一个盘面。之前我就告诉过你嘛，底部形态形成的这个月线，它不会是压力啊，对吧？上礼拜达到这个月线，很多保守的或是喜欢放空的，一定告诉过你，来到月线，这是一个大压力，赶快放空。放空的投票，那是你的运气啊，哦，因为第二次的中美贸易之战，让礼拜台股大跌了200点嘛。但是这个位置你不回补，你不跟我做多的，接下来你怎么办？月线会是压力吗？上礼拜跟你预告叫做震一震就上去了，真的突破月线了啊！所以呢，很快速的玉金光瓶盖股3天30块钱，另外一档瓶盖股叫做康控，7月营收净利率新高，8月19号形态还没有突破以前，我买在150，记得吧？150买完之后大涨9.4%。8月21号，趁回档153再低接。那这礼拜一呢？这礼拜一出现什么情况？礼拜一是不是我告诉过你的，不用等的一个超额利润买点？8月26号，我怎么分析大盘的？我给会员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此的明确：低接康控。为什么可以低接康控？礼拜一嘛，关键性的转折啊！礼拜一康控在什么位置？在季线的位置啊！你们看到季线呐、啊？季线是叫支撑，可不可买？礼拜一台股跌了200点，是不是超额利润买点？可不可买？双重的买点讯号告诉你，康控礼拜一趁大盘重挫，145是要站在买方的，10:01。当时10:01，康控的股价144.5，你去对时对价，季线支撑的买点，戚老师给你带到，超额利润买点，大盘的结构给你分析到，所以礼拜是买点，不是卖点啊。康控礼拜照买不误，买在145。今天康控盘中差一档亮灯，大涨9.8%，来到159.5啊。康控、玉清光都是瓶盖股的，戚老师的选股方向相当的明确，我不是乱枪打鸟，我不是见一档挨一档，同个族群的选择最强势的绩优股，我带你卡位，我带你布局，这样一个资金效用才会发挥到极大化，所以这个盘很精彩。第一天站上月线的台股，接下来你真的还有很多赚钱的机会，你务必要把握。谢谢，再回到节目的现场。奶奶注意，即日起，银发长辈搭小黄也可以享有优惠哦。只要持台北市或台中市敬老爱心卡，每趟可折抵50元；持桃园敬老爱心卡，车资未满101元，每趟折抵36元；买101元以上，就可折抵72元哦。台湾大车队友善银发最贴心。陈独孤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，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-868-365，0800-868-365。
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，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清新著作《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》彩色精装版，简单易懂又实用，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。一书在手，受用无穷。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-868-365，0800-868-365。车怎么开的？交通事故有法吧。一、开启危险警告灯，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。二、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患。三、标会车辆位置，可用手机拍摄机证。四、无人受伤时，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，有人受伤时，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。五、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等候警察到场处理，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，放波化仪等就对了。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。今天台股大涨155点，当然有些股票如果它涨不动了，表现不如预期，该卖我会趁着大盘大涨做调节动作，包括这档嘉金，今天最高51.9啊，来到波段新高。你很明显的看到它前波高点，它就是没办法突破嘛，所以我今天做了调节的动作。整个嘉金，我在8月21号告诉你形态突破，那是一个买点，我就买在48，48买完之后，隔天一样照买不误。那接下来呢，这礼拜三呢、啊，买完之后是不是亮灯？今天亮出来了嘛，我说还有高点呢、啊。我说还有高点啊，当天的高点51.2不是高点啊，所以昨天礼拜四有没有来到51.6？走高嘛，但明显的来到前波高，一直没办法越过去啊，包括今天最高51.9啊，还是没办法突破啊，所以整一个嘉金在今天10:30表现不够强，50.5块附近卖，当时价格10:30 50.7，你去对是对价，所以当时会员大概填卖在50.7 50.6 50.5啊，一定卖得掉。这边都在50.5啊，一定卖得掉。尾盘掉到49.05啊，庆老师又卖对了。我是会带会卖股票的分析师啊。我什么时候最喜欢调节股票？大盘大涨或是个股走高的同时，告诉会员站在买方卖方啊。庆老师不是单枪匹马单兵作战，那么大的部队跟着我的指令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再进再出，什么时候？出股票比较方便，大家容易全身而退。当然是盘好的时阵，股票在起的时阵嘛，那时候是最好调节的一个时机啊。包括这档台加索，我今天也选择站在卖方。礼拜三台加索，我说即将8天转折向上。礼拜三的台加索买在突破之前的23块钱，买完之后，昨天礼拜四大涨快8%，收24.7。那今天的台加索呢，卖在24，9:43的台加索卖压重啊，昨天卖是比较漂亮了、啊，但今天苗头不对嘛，24附近卖，当然价格在24.1啊，所以你再度的对时对价，台加索24块钱一定卖得掉，有没有卖对还是看收盘，收盘23.45啊，这我今天调节的其中一档个股啊，卖啊，庆老师是会带会卖股票的分析师啊，不管赚多赚少。股票的操作，一买一卖决定你的输赢嘛，尤其是那最后的卖点最关键。很多人就是因为不会卖股票，不然几个股票可以高档获利拔档，就是因为不会卖，有时候常常赚钱变赔钱啊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或是本来可以大赚的变小赚啊，好可惜哦。这档穆德上礼拜五，我说我等了他好久一段时间，形态。突破了嘛，第一档整理7天开始买，买在341，礼拜一8天转折力道续强往上攻，礼拜二来到361.5嘛，三个交易日32块钱的高低点的价差、啊、礼拜二的穆德我361.5没有卖到啊，有点可惜，但是礼拜三啊，我看他攻都没有量，告诉你礼拜三穆德354就卖了，量不够嘛，攻不上去了嘛，
卖呀、啊。如果礼拜三你没有卖的，今天穆德剩340啊，差了14块钱左右啊。所以建老师是很负责任的，会带会卖股票的分析师，不是只有带进而已啊。要买股票很方便，每天都可以买啊，但是要会卖股票，难度特别的高。很多朋友就是因为不会卖股票啊，所以呢套了一屁股啊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那么多档持股在你的身上？就是不会卖。有些人有一个错误的概念，股票买了一定要等到赚钱才要卖，这种错误的概念会害了你，会让你的持股越来越多，会让你的资金越来越少。所以当下礼拜有出现一档强势绩优股可以买的时候，你已经没有子弹了，你就干瞪眼了。这种错误的概念你真的要导正过来啊。如果你不会导正，就是因为你不会卖股票来找我啊。你看一下这档 GIS 也是一样，我做了两波段，第一波段8月14号116卖，打下来接回之后8月20号16.5创新高再卖，我两趟的卖点大概都卖在16啊。很多观众朋友看到我卖两次的，那手中为什么你还有？你觉得那个盘中的一个指令传到你手机没有作用吗？嗯，场外观赏跟加入团队没有差异吗？你收到我讯息你就敢卖，你没有收到讯息用看的你就是不会卖。8月20号的 GIS 16.5卖呀、啊，卖啦、啊！这边这三天还有116附近可以卖呀、啊，没有错吧？但是为什么都不卖？前天新会员他的持股竟然还有 GIS 啊！我怎么跟你讲啊？我就问他，啊，我不是卖两次16附近啊，你为什么不卖？啊，就是不会卖啊，所以才来找庆隆老师啊。你愿意踏出这样的第一步，我就愿意帮你解决问题，进而创造未来的波段行情跟利润。有问题赶快来找我，比较容易解决啊。16.5是我的卖点啊，昨天打到101.5，差了10几块钱啊。这不是差异性吗？十张差了10几万呢、欸，百几块的股票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包括我前两个礼拜卖出了很多档个股，你看一下今天台股虽然大涨100多点。但是这些股票怎么都没有动，怎么反而跌？励志两大波段67%，8月20号有没有卖在49.8？卖完之后有过49.8的高点吗？弹上来不卖，今天打下来45.5，今天还是黑 K 棒哎，大盘的 key 现在一波 key， 是因为庆老师卖掉了吗？鼎券上礼拜我卖在12。这时间价位都跟你对过了，10张20万嘛，142卖完之后，你看一下鼎券，今天打到125.5啊，哎，今天大盘大涨100多点呢，哎，鼎券为什么是黑 K 棒？是跌的，难道是因为蔡老师卖在142吗？跟这个原因有关系吗？我这些卖掉的股票，我如果没有接回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盘中讯息跟紧一点，跟紧一点呢、啊。8月22号的迅德卖在68.5，这样一波段26%。我说前面有了两个压力，你就先卖一趟，卖完之后呢，哎，迅德昨天还有创新高，来到71，你可以卖得更漂亮。但是如果你创新高又不卖，今天打下来剩60.4，今天又来到波段低点呐、啊，你不觉得不卖很可惜吗？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。如何减少这样的错误？加入庆老师的团队，我怎么买的跟着进，我怎么出的跟着卖，波段行情我一档一档带给你啊！你看这档生技股的智勤，8月15号落底讯号浮现了，长虹吞噬嘛，静卧天亮出来开始买，买了3天涨23%，我75块钱有先卖一趟，卖完之后有没有打下来？我有没有接回？70.5接回，接回之后礼拜一啊，大盘重挫啊，超额利润买点还记得吧？礼拜涨了5.4%，昨天又涨了9.1%，涨了10几%，创下波段高啊。那整个一个智勤的架构，今天为什么不动？
因为今天的一个资金又大部分集中在电子股身上啊。但是这一档生技股的事情，我认为它整理一下，它还是会往上涨的嘛，因为超额利润的买点已经浮现了，量价筹码形态如果还没有看到卖出讯号，你勇敢的跟我爆波段。包括昨天告诉你的这档绩优股，每月营收跟去年比较多成长一倍以上，100%以上。昨天你认为是反压，我认为是买点。我昨天有没有特别告诉你，一旦形态突破，它上去的空间就是三成，就如同我今天买大益嘛，那上去的空间几成，拭目以待。所以这档绩优股今天有没有突破？今天有没有突破？昨天在压力底下，今天呢就在压力之上，压力变支撑的一档绩优股刚突破而已，未来至少三成的空间。季老师邀请你跟我一起共同来掌握，还有任何问题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不要客气，跟线上助理做联系跟洽谈。我能帮你的就是把你问题解决掉，进而帮你创造绝佳利润出来。明天见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上 YouTube 运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行到倒看到倒。YouTube 24点钟线上直播上到时，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算随看，真方便呐、啊。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，不管是跟你安奈在一起。诚如股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。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，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-868-365，0800-868-365。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，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《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》彩色精装版，简单易懂又实用，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。一书在手。